咁咧就即係咧，譬如一塊鏡咧，咁就可以反射到自己啦。咁而幾塊鏡擺埋一齊咧，就可以不停咁樣反射，咁就有無窮嘅可能出到嚟啦。咁而一塊完整嘅鏡咧，就算係分開咗唔同好多塊，咁亦都有自己嘅獨特之處，同埋有自己嘅光芒。冇錯，係啦。咁而我哋嘅 logo 啦，咁樣講埋，我哋嗰個 Mirror 嘅 logo 咧，其實係由十二條線組成，就係、是、代表我哋十二個，所以少咗一個都唔係 Mirror。你覺得呢個名字正唔正啊？正。好咁樣做好自己，完全冇諗過係熱門啦，因為我由一開始嗰啲前傳係唔會見到我。佢咪有分好多級嘅，我係企最高，跟住一開始淨係影到腳腕嘅，跟住慢慢影到膝頭哥啦，跟住有身啦，跟住終於係啊，我都有一秒嘅，嗰一秒就係一百個參賽者嘅時候，跟住係咪掃曬所有人嘅時候？冇啊，嗰個冇我，有一秒 cap 咗出嚟咁樣。我好啲，我兩點幾秒、三秒嘅，因為已經好好啊。嗰陣時已經係熱門啦。平均嚟講，每個人一秒，我有兩秒，已經好感激。真係有數嘅喎，你哋。我揾唔到自己。係咪你要逐格逐格睇？要逐格逐格睇咯，我有啲難。做曬資料搜集。因為一直以嚟我都好中意睇選手嘅節目，咁香港冇乜選手節目，所以就我會比較了解選手節目佢入面。所需求的東西。做了第二本是很有壓力的，因為我都很輕鬆的。比賽的時候沒心機去想第二本，我現在比賽的時候就是很專心地想下一隻歌怎麼做。只要你不想那些東西，專心做好歌表，我想它都會好看，好看自然都會吸引到你。這個是一個良性的場合。學過天空冇學過唱歌嘅，但我阿媽係好中意教我唱歌，咁就覺得啊，我今次準備一下，可以下咗嘅。全民造星你咪一出就係第二名？我冇諗過出嚟第二名，我都係睇完99強嗰個表演，可能先知道，原來大家係中意呢啲表演，因為我開頭都唔覺得大家中意，我純粹係做一啲覺得好似冇乜香港人做嘢，咁點知？大部分香港人都中意，咁我就知道佢哋想睇呢啲嘢，我唔記得係邊個嚟嘅，總之係啲表演嘉賓啦。跟住我又見到同學又上去啦，咁就覺得啊，好似自己都好想上去，但我冇同任何人講過呢件事，都係自己心入邊一直喺度諗，咁就上網自己睇，咁就睇睇下就睇到有個。人叫小豬啊嘛，好中意佢啊！原來佢都係肥仔啊，變到咁靚仔又係，咁就默默地有呢個種子喺個心入邊，就慢慢地向呢個方向前進。應該要好多謝有呢啲，即係你冇私人嘅空間，因為你做呢一行其實就係有呢啲嘢咯，即係好似你做廚師，你隻手一定會辣親，會點樣點樣，即係呢啲係你作為一個 artist， 我諗。是需要付出一些私隱度的犧牲的，其實我不在意這些，因為我既然做得這一行，其實就是應該要有這些東西。even 被人誤解，被人在網上言論，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你是應該值得去感激，因為當一個 artist 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，其實你跟一個素人就沒有分別。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很少會因為這些事生氣。